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向您问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这是释迦牟尼佛听过普贤菩萨的劝发之后啊，加以叙述补充他的意思，一方面赞叹他所以先述复发，叙述普贤菩萨复法华经之法的这个这个发心那么同时啊，也说明佛自己也在扶持，所以说你能用你的神通伟力的愿心来守护这一部法华经，守护是经，我当以神通力守护能受持普贤菩萨名者你出一来我时我去，你有车一问都有照顾礼尚往来啊，懂不懂啊？礼尚往来，你既然发心扶持我的法华经，我也要扶持有人修普贤法门的人，我也扶持他礼尚往来。你看成佛了，大菩萨彼此之间尚且还讲理，何况我们这个凡夫呢？有人说不必这一套了，这一套才是要了。你看成佛尚且还要，何况我们凡夫呢？可以不讲理吗？彼此礼貌总是有需要的啊，这个礼貌就是恭恭敬敬你帮助我，我也帮助你你帮我的忙，我也帮你的忙，彼此互相那么因此之故，在佛菩萨之间也有这种的表现，看起来非常的亲切亲切这句话本来是日本的本来是日本话的亲切我现在已经是融为一炉了我们也成为习惯的说很亲切，很好你看普贤菩萨发心扶持法华经，那么佛也说我要用我的神力啊，守护扶持那些能够受持普贤菩萨的圣号的名号的人那么就是说你修法华经法门，普贤菩萨他必定要来扶持你，你如果修普贤法门念普贤菩萨，释迦牟尼佛要来扶持你你如果想要见释迦牟尼佛，那你念普贤菩萨修持普贤菩萨他非来不可，因为他有愿彼此礼尚往来，普贤菩萨扶持法华经，那么释迦牟尼佛又扶持修行普贤法门的，那么念普贤菩萨的他就要扶持，实际上因果不二应该果海果彻因缘，你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的话，这个礼尚往来里面含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普贤菩萨是因修因的地位最圆满的，释迦牟尼佛是果地的究竟果觉，所以应该果海普贤扶持释迦牟尼佛的法华经，应该果海释迦牟尼佛扶持普贤菩萨的圣号名字那么有人修持的他又扶持，但是果彻因缘
啊，那么你如果了解这个因该果还果彻因缘的道理，就是知道佛与菩萨彼此互相这种的道理呀，就在这个道理理上显现出来的啊。前面是树复伐，其次说明这个复人，复伐比较简单了，没有那么多话啊。复人复持修行的人，这个道理就比较多了，就说的比较多。后边复人有五段，第一说第二教义内发，就是把普贤菩萨前面的那个六段文呢、把它重述一遍啊、普贤菩萨要教导这个修行的人呢，对于这个内法就是佛法呀，也尤其法华经要教导他啊、那么佛在这里叙述这个补充啊，普贤，若有受持读诵正一念，修习书写是法华经者，如果世间上有人受持读诵正一念，修习书写这个法华经，当知是人呐、这件释迦牟尼佛，如从佛口闻此经典。这不只是说依法华经修行能见你普贤而已呀，他也能见佛呀。普贤是因为最圆满的，释迦牟尼佛是果地上最究竟的，究竟的果位。所以有人修法华经法门呢，你应当要知道，他不但是能见你普贤而已，也能见到佛呀，能见到教主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在读诵法华经受持法华经啊，就好像亲从佛口佛的经口说出的法华经，他亲闻此经的情况一样啊，如从佛口闻此经典，智者大师就亲身经验了啊。他修法华三昧到第二七日啊，念到药王菩萨本视频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入定啊，他见到灵山一会俨然在前呐、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说法华经，这不就是亲闻吗？亲闻释迦牟尼佛啊、以佛口说这个法华经啊、能够亲自闻到，像智者大师入定而闻，闻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说啊、那么您现在读诵法华经，虽然没有入定，读法华经就等于佛为你说法华经。当知是人供养释迦牟尼佛，应当要知道，这个人修法法门就是等于供养佛，所以如说修行供养啊，如说修行就是供养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啊，说供养里面有如说修行供养啊。那么你照这个法华经的法门修行，就是等于供养佛一样，所以供养释迦牟尼佛。当知是人佛赞善哉，这个人能依法华经修行，佛常常赞叹他啊，很好很好。你很懂得修行，能够依法华经修行就是善哉。当知是人为释迦牟尼佛手摸其头，这个人佛常常为他摩顶受记啊、纵然你没有看到，佛也冥冥中替你摩顶受记。当知是人为释迦牟尼佛衣之所服，经常佛以这个如来衣，如来衣啊，来盖服于你，就柔佛忍肉衣，那、柔佛忍肉衣啊，经常来盖服扶住这个依法修行的人，使他得到忍肉波罗蜜，得到究竟圆满。这是第一，述第二教义内法，第二述第四是圣因。前面第四是开始圣因啊、那么现在这里释迦牟尼佛再重述一遍啊、如是之人，就是依法华经修行的人，不服贪着世乐，他不会再贪爱世间的快乐了啊、对这个世间的快乐，对他呀，他一点也不会觉得有所希望，都是很淡的啊、所以不会贪着世间的安乐。世间的快乐，财色名食睡啊，这个五条根啊、地狱五条根，他不会去沾染他的啊。不好外道经书，手臂，他对外道的经典书籍，他的教理，他不喜欢，
他的手笔有他写的这个外道的经典等，他不会喜欢，也不会想要去写它。假如你真正对佛经曾下过功夫，你能看得懂佛法，尤其大乘佛法，你真正能够看佛经的人，叫你看其他宗教的书啊，那简直是味如嚼蜡，味如嚼蜡，好像把这个蜡烛拿到这嘴里嚼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啊。这个真正久修的人，我相信都会有经验的啊。你现在拿那些外道书给我看，我觉得一点没有味道都没有，比嚼蜡还要没有味，蜡说不定还有蜡味啊。不是那个辣味的，世间辣的辣味，那是分心的辣味，不是那个辣，这是腊月的腊啊，十二月的那个腊。那么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蜡烛的，连那个蜡烛的味都没有，跟那个腊月的腊的同音字啊。那么连这个蜡味都没有了，蜡烛的味我都不会有所感觉了，何况是更好的味更不会有了啊。那么真正懂得佛法的人不会喜欢外道经书啊，你就是叫他念叫他读也没有用，他也不会接受的啊，因为他已经吃过最好的东西都吃过了啊，你叫他这个很普通的东西给他，他不会接受的啊。一夫不喜亲近其人，也不要去，他也不会喜欢去亲近外道啊，也不会去接受啊。我在40年前还是个出家的这个青年出家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些外道都会向我传教啊，我也曾听过这个外道的传教啊，就是洋教的也会向我传教啊，我就是跟他反传教，他传我，我也传他啊，那么他是给我的东西我都不会想看的啊，我给他的很可能他要看，己诸恶者。不但是不亲近外道，也不亲近世间的那个做恶业的人。这个恶者就指这个16恶律仪，16种的恶律仪。这个话，这个道理，在这个《安乐行品》里面讲过啊。如果你忘掉了，你查查这个《安乐行品》里面的录音带啊。就是对这个16种恶律仪的人，他都不会去亲近他。下面把这个恶律仪部分把它列出来：若徒儿、徒宰。以屠宰为业的屠儿，若是猪羊鸡狗，专门养那些动物宰杀的，都是恶律仪，若猎食打猎的，都是杀生，若嫌卖女色，这是属于这个卖淫的，这一类，这都是恶律仪里面随便举出这么几种的16恶律仪，比对安乐行品里面讲过的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不会接近这些恶人，因为接近恶人呢，近墨者黑，久而久之会被传染，所以不会去接近他。世人心意直直，这个依法法经修行的人呢，他的内心，他的意志很坚定，很直，就是说他做人呢都是规规矩矩，直心是道场，不会歪歪曲曲，有正意念，就是经常有正念，他的心里所意念的都是佛法，有福德力，他有福报，有功德，以这个福报功德之力呀、来扶持出他，使他道业念念增长。世人不为三毒所恼，三毒知道了哦，贪嗔痴，三执，三个毒蛇，人人内心都有贪嗔痴，虽然内心的贪嗔痴的种子还没断，可是他能制服住他，升起现行的时候，他能制服住他，不会被他所烦恼啊。他可以利用贪嗔痴来做道场。一夫不为嫉妒、我慢、邪慢、正上慢所恼，这些都是虽烦恼了啊。有些是根本烦恼，有些随烦恼。嫉妒是随烦恼啊，就是嫉贤妒能，看到别人比我好，我心里不甘愿啊。我慢，这是根本烦恼啊，有我就有慢啊。邪慢就邪见升起的慢心啊，就是也是这个5种邪见之一啊。
正上慢就是以正上法起慢，就是例如说为德为德，为正为正，这些道理从前都讲过的，这些名相不必细解释，因为从前都讲过啊、那么他的内心这些慢心等烦恼啊升起来的时候，他有力量对付他，能够对治他，不会被他所扰乱啊、世人少欲知足，这很重要啊，学佛必定要少欲知足，假如学佛的人多欲无厌，那就很糟糕的事情啊、那学佛也学歪了啊，没有走到正路啊、真正学佛的人总是懂得少欲知足，所谓少欲就是说这个世间的啊、这个五欲啊，我们是个凡夫，不能说完全没有财色名食睡，没有钱不能生活啊，要保持这个最低限度的生活，财或者用最少的少欲，不会贪多啊，名我不贪啊，睡嘛适可而止啊，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不会贪多啊，不会一睡睡过三天三夜，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呀、他这个能够少欲，饮食也是一样啊，能够调养身体，能够生活能够修行深谙这道融就行了，少欲知足，他不会贪多啊，能修普贤之心，普贤之行，你不要以为只是普贤菩萨的人之行啊，普贤有人有法，越法来说，从初发菩提心修行菩萨道，从初性实性心的初性开始，一直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这51个阶位通通都是普贤行，普贤行都是普贤法门的修行法门，就是通途的修行法门，通通叫做普贤行，不是普贤这个人的一种而已啊，是广修一切普贤之行。那么就是说，依正法修行啊，从初性至实性，次第正经啊，这就是普贤行。下面第三，受第五是净国，说前面他最近的果报，这一生。依法把经修行，第二生生到陶立天，都是天啊、佛就叙述这个道理说啊、普贤若如来灭后，后500岁，就是末法的最后一个500岁，500年，若有人见受持读诵法华经者，如果你看到有人发心受持法华经读诵法华经，应作是念，你心里应当这样想，此人不久当以道场，道场就是成佛的啊、场所了，就菩提树下啊、像释迦牟尼佛到了菩提树下打坐啊、阅读明心成佛啊、说这个人不久啊就会成佛啊、那么要成佛之前先降魔啊，破诸魔众，先破魔降魔啊、诸魔众就是无论是强软二魔四魔十魔通通都能破除，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能成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就是能够成佛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以后必定要说法了，转法轮，转法轮就说法，说法好像击法鼓，擂法鼓了，打法鼓啊、这个在续云里面讲过的啊、吹法驴，吹法螺啊、那么好像说法好像吹法螺啊、欲法雨，就好像天空中落下甘露雨一样，使众生得到不死的啊、这个长生不老。比方啊、就是说你得到佛法呀，能够得到无这个法身慧命。当作天人大众中，师子法座上，他应当在天上人间大众之中啊，坐在师子坐的法座上说法度众，就是成佛以后说法了。这个不久啊，就是说他一定能成佛了，究竟多久啊，不要贪快，必定要修行到福德智慧圆满，没有说是福德智慧不圆满可以成佛的啦，不管你怎么修都是要得到福德智慧圆满，就福慧两足啊，才叫做两足尊呐、不会单一种的，所以这个不久就是说他必定有成佛的期望，
必定会成佛。但是这个多久呢？三大无数劫，或者是千万亿劫，或者是多少劫，这个不一定，看你的功夫。不过这个目标已经建立在那边，一定会成就的。普贤，若以后世受持读诵四经典者，世人不复贪着这个衣服、卧具、饮食、自身之物。这个人能够依法华经修行，他必定能够少欲自足，能够少欲自足，他以后生生世世啊，他都能够受持读诵法华经啊。他如果后世继续能够受持读诵法华经，四经典就指这个法华经的这个经典啊。这个人呢，既然能够生生世世继续依法华经修行来加以读诵受持，这个人就不会贪着世间的衣服、卧具、饮食种种的这个世事供养了啊。他对于世间的衣服啊，只是冬天穿得暖不会受冻，夏天能遮蔽这个身体啊，这个衣服就这样就够了，不会像流行的世间人都有流行病啊，一年一种哦，今年是什么样的，流行哪一种的，明年又是流行哪一种的，他这个衣服只穿一年，明年又不穿了啊、哦。那么用这个是一种很损服的事情，不像我们出家人呐、啊，一件衣服穿了几十年还是哪一件啊。弘一大师他出家的时候，人供养他一件长褂子，一直穿到他63岁入灭啊，穿了24年啊，他还是穿哪一件啊。所以他不会贪着这个世间衣服。卧具，睡卧的去记，就是说被子啦、褥子啦，或者是这个床布等等啊、嗯。饮食，这世间的吃的东西了，饮食啊、嗯。自身之物，资助生活的日用品呐、啊，资助生活的日用品。除掉衣服、饮食、睡卧之计之外，一天到晚自身之物还有很多了啊、哦。例如说衣食住行之外，还有日常用品，这资助生活之物啊，他都不会贪着，有的用就可以了啊。所愿不虚，他的心愿啊，例如说他求成佛，将来一定成佛啊。他要度众，将来必定能满他的心愿。假如以读诵法华经的功德要回向求生其他的福国，例如说要往生极乐世界，都能满他的心愿啊，所愿不会落虚空啊，就所愿不虚，有一定成就。以现世得其福报，那么前面说的都是未来的福报啊。这个人修持法华经，现世就得福报啊。那么前面讲过的有一些这个事实证明啊，当生就得到广大的福报的都有例子啊。所以如依法华经修行，当生就能得到福报。上面是第三、第四，树第一让外难啊，就是普贤菩萨说的第一种啊，能够切除外面的灾难啊。若有人轻回之，言你如狂人耳，空作事行，终无所获。这三句话，假如有人这样诽谤这个修法华经法门的人，轻视诽谤这样子说，言说出这个话来，如指这个修法华经法门的人，狂人耳，你是个神经病嘛，你是个发狂的人呐、啊。你有福不小享受啊，辛辛苦苦空自做这种的修法华经的法门之行嘛，你有什么可以得到呢？终无所获，获就得，我看你什么都得不到。这三句话就是旁人轻视毁谤依法华经修行的人说的话的假定这样说啊。如是罪报，如果说这个话来破坏修行的人呢、啊，罪报很严重的，当世事无言，可怕哟、哦。这样子破坏这个修行的人呢、啊，生生世世没有眼睛哎，没有眼睛是个什么呢？瞎子啊，这是以世间法说是这样说，当世事无言，以后得不到法身慧命哎，别想要了生死了。哦，因为你已经把这个人家的法身慧命损坏了，那你也就失掉法身慧命。所以世事无言，
是掉这个智慧眼的啊。若有供养赞叹之责，当以今世得现果报。前面是说毁谤的罪恶果报，现在是说供养修行修法华经的人的所得到的果报啊。如果有人供养赞叹这个修法门的人，你赞叹他供养他，当以今世得现果报，就在现在今生之世，他就能够现在得到殊胜的果报。那么现在得到果报，这经文虽然没有详细的说，但是在前面所讲的经文里面引证的一些感应故事就有所说明了啊，都可以做参考。若复见受持是经者，出其过恶，若食若不食，此人现世得白乃病。这是诽谤的罪过啊。如果世间上有人看到有人在受持是法华经，读诵法华经啊，依法华经修行，那么这个人，那么无论是真正有罪过，或者是没有真的罪过啊，若实是他实在有罪过，因为是个凡夫啊，凡夫你要说完全没有罪过很难做到的啊，除掉佛之外没有一个完人呐、啊。是完全没有罪过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善有恶，有长处有短处，有好处有坏处。你看每一个人的手伸出来，他的手指头都有长的有短的啊，你们的五个手指是不是一样长啊？是不是一样长？我的不一样，长长短短哦。他这个五个手指长长短短不一样是什么呢？他有长处有短处。这个大拇指他能长吗？他长不了的啊，而这个值它必定是长的了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有他的短处。那么有短处，未免就会有过失啊，是个凡夫吗？免不了有小小的大小罪过啊，或者是没有学佛之前的罪过啊，这实在有罪过。实若不实，若都是假定之词，或者是不实的罪过，不实罪过是人家毁谤了 啊。没有这个罪过，你硬说他有罪啊，欲加之罪，何犯无辞啊？那么硬是把罪过加在他的身上，那么这是诽谤。有罪叫做说过，有罪叫做说过。这个菩萨戒里面说四种过啊，在家人说四种过，就是这个有事实的罪过啊，有事实罪过也不可以说。那么没有事实的罪过就是诽谤了啊，不实就是诽谤。那么这个人如果诽谤破坏依法华经修行的人，这个果报可严重啊，下面那个经文所说的很可怕呀啊，此人现世得白乃病。此人就是诽谤修行的人的这个人不要等到来生呢，他现身就要得到白乃病。白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麻风病啊，泰国啊，泰国贵哦，生泰国。他当时现世就是得到这个白颜色的这个胎国病啊、若有轻笑之者，轻视讥笑这个修法华经的人，当世事牙齿缩缺。您如果笑讥笑那个依法修行的人，你笑他轻笑他轻视他笑他，那么生生世世牙齿不密呀、啊，当鸡鸡塞鸡鸡哦，吃东西也不方便了啊、哦。牙齿缩缺，缩是缩落啊，不会很整齐很密啊，或者是会断掉缺少啊，那么吃东西都不方便。储存很丑陋，唇是嘴唇啦 啊，或者是这个种种的情况，在前面也曾说过了啊。屏蔽呀。鼻子都是隆起来的，平下去你就是塌鼻啊，鼻子塌下去啊，那很难看了啊、很难看。白玉京有这么一个笑话故事啊，说有个人娶了一个太太啊，他的夫人呢、很美丽很美啊，就是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有个鼻子太塌了，鼻子啊太平了。鼻子太平不好看，他因此他就到处去看了、看谁有好的鼻子，把它切下来补在他的太太的鼻子上啊、他外边去看到有一个女的长得这个鼻子很漂亮啊，他就一下子把它割下来啊，回去了，那赶快我给你好鼻啊，就把他太太鼻子屏蔽了切下来，换上这个真的好的鼻子，可是凑不上去的，
两边都损失啊，这是笑话啊。这个实际上，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要叫他两个人到外科去手术才行的啊。而这样子做不行的，你自己切下来，两边都坏掉。嗯，平鼻，鼻子平下来难看了啊。一个人如果鼻子平下来就很不好看。手脚了力，就是手脚不能伸直了，弯曲。了就是不伸，力违反相反啊，应当往前伸的他往后伸，应当往后伸的他往前伸啊，那就是不顺，就是这个脚手脚都会有相反，这个弯曲的这个毛病。眼目脚赖，眼目就是目睭呢，眼睛，脚就是斜脚，斜脚斜看，赖赖是斜视，斜视。他不能正视，眼睛不能正视啊，斜视，斜斜的看，就是眼睛不正确啊。身体臭味，哦，他身体平常时就会很臭啊，哦，这个身体臭味，因为诽谤正法会发生这种情况哦。世间上听说有人呐、吃猫啊，尿，啊，那家里养的猫。如果宰杀吃这个肉啊，吃这个猫的肉以后，它身上都会臭，都会有臭味，而且它的衣服都会有油腻，洗不干净。这种人我是亲自见过的。说他的衣服很不好洗，跟他在他的身边经过，那个味道很难闻呐、啊。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吃猫的肉啊，吃猫的肉发生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如此呢？那这个要到广东去找找看，广东人呢、龙虎斗可怕的哦，他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情况不得而知。不过台湾我在你还是小沙弥的时候，我是曾碰到这么一个人啊、他自己说的，他说他年轻吃猫啊、后来怎么一身呢、这个臭的气味啊都洗不掉，衣服没有人愿意跟他洗，因为都是很脏，而且这个都很油腻，洗不干净。那么这个诽谤这个修持法华法门的人也会遭到这种身体臭味的情况。怎么会臭味啊？恶疮生疮啊，全身都是皮肤病啊，都是脓血流脓流血，很可怕的，所以脓血杂乱咯，所以恶疮脓血流脓流血啊。血是血水啊，脓流掉了，流血水，很可怕的情况。水浮就是水肿了，水肿有水气，身体上有水气，水肿啊、消不出去，这是膀胱的毛病啊、肾脏的毛病引起的。短气就是气喘了、气喘，短气啊、就是因为气喘气就短了，气喘的人气就短了。就这个样子啊，气就短，不会拉长啊。诸恶重病，这世界上整种种的恶病重病他都会犯到的。你不是说这是有没有这回事啊？这可不能试试看哦，万人试成真的那怎么办呢、消也消不掉，卖也卖不掉啊、那是很麻烦的。这是说叫你不要轻视啊、诽谤那些修行的人，不管他有没有修好，那是他个人的事情，你不要去诽谤他，免得自己造罪业。这就是第四，树第一让外难啊、第五树总结劝，就是前面普贤菩萨的总结劝里面再重述一遍啊、是故普贤若见受持是经典者，当其远迎，当如敬佛。你知道前面的道理之后，因此知故普贤菩萨啊，你如果要劝导这个世间人呢，如果看到有人受持法华经，修法华经法门的人啊，依法华经修行的人，你看到了应当要欢迎他，他远道来了，你就要站起来欢迎他，你看他等于现在佛一样，当如敬佛。当然我们不是希望说是你为修行就要有人供养了，就是说我们应当对这个修行的人呢深恭敬心啊，那么哪怕他是外表装的也要恭敬啊，因为他装出来的是个修行像嘛，
它不是装的奇怪像，它不是装的罗刹像，哦，它装的修行像就应当有恭敬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有修行的人依法华经修行的，那你应当要尊敬他。这是第三，速发，速发，经文到这里讲完。第四，发意，劝发之后总叙说当凭的利益跟全经的利益，就是总结前文呢，这里有两段，第一文凭一，第二文经一，就是听到这一凭普贤菩萨劝发品的利益，跟听到全部法华经的利益，所以叫做文品的利益跟文经的利益啊。先说文品的利益，就是听到这个普贤劝发品的利益。说是普贤劝发品时，恒河沙等无量无边菩萨得百千万亿旋陀罗尼。当时在灵山会上说这个普贤菩萨劝发品的时候啊，有恒河沙数那么多无数量无边际的菩萨，初发性的菩萨都得到无量百千万亿的旋陀罗尼，就是前面所说的旋陀罗尼，他通通都证到了，就是从空入假啊，已经能够行菩萨道修假观。三千大千世界为生等诸菩萨具普贤道，把三千大千世界末尘为尘，一粒为尘算一位菩萨，那么多的菩萨都具备普贤菩萨修行的方法，都行普贤的法门呢，成就将来的菩提道。这些数目字啊，或者你说哪有那么多啊，你不要管它有没有那么多啊，这些数目字就显示这个经的利益大啊，究竟是不是有那么多另外一回事。三千大千世界把它摸成米为尘，你会想想，把大千世界把它摸成为尘，一粒为尘算一位菩萨，这个菩萨站在哪里啊？摆在哪里啊？摆也摆不下呀！你不要看这个有形有相的啊，应当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有八万四千菩萨耶，我们全身有八万四千的这个细胞啊，这个很多很多的维系的细胞，那都是众生。哎，你一个人发心啊，就是八万四千众生。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不算多，不算多。哎，所以这个灵山会上当时说普贤劝发品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众生得陀罗尼，有那么多的众生成就普贤菩萨的这个修行的方法。的成就普贤道，这是文凭的利益。下面是文经的利益，听到全部法华经的利益啊，这是总结前文。这一段文应当不在普贤劝发品里面，有另外立一段，但是因为这个只有两行字啊，不方便呢，只好记在这个普贤劝发品的后边。因为这是总结全文的。佛说是经时，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这部法华经的时候，这是已经经过七八年了啊，不只说这个一小段的时间，这七八年来所说的法华经啊，这里总结普贤等诸菩萨，菩萨众以普贤为首领啊。那么前面开头是文殊，这里是普贤，开头要有大智慧，所以文殊为首。总结是要以依法修行，有解有行吗？前面讲解，这里讲行，那么行以普贤为标榜，普贤为这个标准，所以以普贤为首领啊，菩萨以普贤为首领，等以其他所有的一切菩萨通通包含在里面，就灵山会上所有的菩萨众，舍利佛等诸声闻，声闻众就释迦牟尼佛的出家弟子，以舍利佛为上首啊，说法华经结束的时候啊，舍利佛还在世间，所以以舍利佛为声闻众的首领。怎么还称声闻呢？前面已经受记应当都是菩萨，但是为了要鉴别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的缘故啊，所以方便说声闻。虽然说是声闻，但是这个不是定性声闻，它是以佛道生令一切闻。前面说过了，以佛道生令一切闻，就是大菩萨的声闻啊。
那么这是菩萨众声闻众这个总结，集诸天龙人会人等，就是天龙八部，人指人道众生，非人鬼神等众啊，一切大会就是临参会上所有的法华会上的听众皆大欢喜，听过法华经之后没有一位不欢喜的，个个都很欢喜，皆大欢喜。受持佛语，听过之后要如法修行啊，听到之后生的欢喜心，那是闻慧，闻慧听了发生智慧，就是皆大欢喜，就是闻慧。受持佛语就是思慧跟修慧啊，受持佛所说的话，好好思维，进一步去认真修行，就是闻思修三会同时启发啊。那么作礼而去，最后礼谢于佛啊。那么佛说完这个《法华经》，大家当时临参会上的大众啊，向他礼谢，然后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修行啊。弃捐《法华经》的经文，文字就消文到今天就算讲完了啊。《法华经》弃捐28品，大概是7万多字左右啊。那么原来是69000几百字了啊，因为等于是7万字，因为后边还加上这个普门品的聚众啊。那么《法华经》讲完了，时间呢是经过124周，124周是在民国80年农历的6月17开讲，农历的6月17开讲，到了今天，现在是农历的12月了啊，12月19啊，算起来以时间来算呢，正好2年半，有讲的时间算起来就是124周，124个礼拜，讲完这部《法华经》，只是随着文字做简单的消文解释，没有。这个在教理方面或者是修观方面深入的去解释啊。本来《法华经》是天台宗的根本教典啊，要真正彻底了解《法华经》呢，你必定要去学习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天台宗的三大部啊。那么我们把《法华经》的文字消释完毕啊，就是等于按照《法华经》文句简单的消文释义，有很多以教方面来解释的，因为天台智者大师讲《法华经》都是约4种说法来讲呢，叫做四义消文呐，越因缘越本迹，越教越观心，因缘本迹教观心啊。以4种每一个道理每一句话都是越这4门的解释，因缘就是4悉檀因缘啊，本机因为法华经有本门即门教有天台四教藏通别圆那么约教有浅深的分别那么还要观心，随文入观，每一段道理都要随文入观。那么在法华文句里面呢，原来是这么样子很细的解释，现在因为我们为了初学呀，如果讲得太细的话恐怕很难体会初学的人听不进去恐怕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尽量浅讲，不但是浅讲，还有增加一些比较适合的故事啊，也把它掺杂在里面那么增加这个听的这个功用啊，不至于我在这里哇啦哇啦的讲，你在那边入定很好很好一直点头啊，我不会有这种情况，这就算好了。我讲经啊，平常都是很用心的，一点不敢马虎啊，那么有的时候未免会有口误啊，但是我讲的时候都是很用心讲。讲经的经验呢，今年已经40几年了，我第一次出来讲经是
24岁，我今年66，如果是国历的话已经67了啊。那么我前后讲经已经讲了42年，讲的经啊，我自己有记起来的啊，现在我自己是挑不动，我讲过的经叫我挑是挑不动的啊。法华经也讲过好几次，那么这一次在这里讲法华经啊，算是最自然性的讲法，自由发挥啊，没有进度的限制，没有时间的限制，不像在其他地方啊，它有时间限制啊，没有办法好好的讲。那么这是可以随我自己啊，那么尽量发挥，不过我的智力也是直到此为止啊，也没有办法再增加。那么有很多地方也许没有讲到真正圆满的地方，希望各位再努力自己进一步去研究啊，这个法华会议，欧益大师的法华会议，然后再参看这个参阅这个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具，文具有金溪湛然大师的记啊，文具记也叫做妙乐啊，那么再进一步研究法华玄义，法华玄义四千，那么对于这个法华经的整部道理呀、啊，才会真正得到究竟的了解啊。那么这部法华经讲完之后，今年农历的一年呢、啊，啊，就是癸酉年，今年就讲到今天为止啊。下个星期天就停讲啊，下个星期停讲，要停4个礼拜。到了农历过年，过了年之后，元宵以后啊，就是正月的25吧。啊，那么那个礼拜天呢才开始讲经啊。不过今年把法华经讲完了，很多人都在问明年讲什么经啊啊，大概是2个月前就有很多人问起来了，我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没决定啊，究竟要讲什么经啊，因为有好多人提出这个问题来，那么因此我在几周之前曾提出来啊，那么给各位听的人呢提出意见来给我做参考啊。那么这个调查表发出去之后啊，送回来的写要求讲华严经的占最多数，要求讲华严经的最多啊，甚至还有人希望讲60华严，还要讲40华严，我们80华严还没讲，还要讲60、40啊，40实际上是80华严的后边入法界品。那么我的考虑啊，当然最后的决定啊，就是应各位的要求吧，多数的要求希望讲华严经，那么明年就开始就讲华严，但是华严不是全部讲我没有这个能力，时间也没有办法啊配合，我今年66，过了年67，如果要把一部法眼经讲完，80卷，53万几千字，我最起码讲30年，那么67要讲到97，那么我又没有跟阎罗王帕切亚，哦，他是不是能让我讲到97？我不得而知啊，恐怕没有这个可能啊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虽然讲华严呢、啊，不可能全部讲。这选品讲没有讲的啊，例如说我现在计划打算是从这个菩萨问明品讲起了啊，前面没有讲的提要啊，每一品的要义简单提示一下，那么就然后就讲这个菩萨问明品啊，那么以后就是按照这个次序一品一品选啊，我自己那要随我自意了哦，随自意，我要随我自意，我要讲哪一品我就选哪一品啊，这个另外会请这个庄居士啊，庄传宗居士发心啊，把这个要讲的印出来，印个100本也就够了。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潜水员在蔚蓝的海中与慢波鱼共游，舞姿优雅。当慢波鱼浑身的身体从容地游过眼前，大大的眼睛四处探望，加上嘟着嘴的可爱模样，就可以了解全世界为何都喜爱它。慢波鱼是一种十分温驯的生物，主要栖息于各热带和亚热带海洋，也见于温带或寒带海洋。动作缓慢的它时常侧躺在海面上晒太阳来提高体温，看上去像是翻车，因此被称为翻车鱼，在英美地区则称它为太阳鱼。由于慢波鱼生存在终身水域，只有少数时间浮出水面或靠近岸边，因此国际对慢波鱼颇是陌生，但它却是台湾的常客。每年五月期间，慢波鱼会随着洋流在台湾东岸大量出现，而它们的天敌除了鲨鱼和海狮，另一个最具威胁的天敌就是日本人和台湾人。优雅的慢波鱼虽然也唯有在其他国家，然而国外不食用的原因，除了它可爱的外形之外，主要是它身上有很多寄生虫，而且无论是体表寄生虫或是体内的肠道寄生虫都十分众多。曾经有科学家从一只慢波鱼身上鉴定出50种不同种类的寄生虫。而早期慢波鱼之所以得以幸免于台湾渔民的捕杀，是因为它的肉其实并不好吃。然而在台湾花东观光兴起后，特色食物受到炒作，当地人找到食用它的方式后，开始大量无度的捕杀。慢波鱼季让原本存活率就不高的它们，在日本和台湾过度捞捕下，使它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最新公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入灭绝危险增大物种中濒危等级最严重的生物。每年在台湾花莲所举办的慢波鱼季，虽然为当地的经济带来了不小的收益，却也助长了滥捕，让许多未成年的慢波鱼没有机会长大产卵繁衍下一代，就断送生命。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经过一年演化而来，极其珍贵，各形各色丰富了我们的视野，也精彩了我们的世界。发展地方观光的同时，别忘了珍惜这些特殊又稀少的美丽生命，欣赏胜于捕杀。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